梅西、梅西以及偷袭陈景俊聪，欢迎。在上个世纪，我的艺名叫做诗娟，姓名学的老师说笔画不好，所以我成为一片歌星。在那注重外表的偶像年代，我入围最丑女明星。到了这个世纪，我的艺名台语叫做梅西。2002年到了纽约，遇到金龟婿，他把我看成仙女。他正在纽约家里看直播，还 Kenny Kenny are you watching me？ 海托西，你从日本到了美国，再来到台湾，请问一共待在台湾有多少年？18年。因为台湾的太太真美丽，今天晚上我们两个外配来唱歌给你们听。我爱金音创作奖，管他什么国籍、什么年龄、什么外形，只要你有音乐的实力，你就把奖杯拿回去。So everybody keep it going, keep it singing, keep。最佳爵士歌曲奖入围的有 Engraving the Moon、 苍鹭十三号、罗延廷、 Drawing Spills Chocolate、 Whisper of the Isolated Ones、 林伟翔、 Vagabond Dance、 Fly by Light、 东京中央线、妈妈聊天去、 ZZ、ZZ 韦奇、行行鲁芊芊。所以我要颁发的是，你要颁发最佳爵士歌曲奖。最佳爵士歌曲奖得奖的是行鲁芊芊。富有东方传统歌谣色彩，突破传统与古典音乐声响，展现乐手当下即兴的创造力。